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今天我又来邱子贤家吃饭了。今天我们做的主菜是大鹅，天鹅。天鹅，对。鹅，曲项向天歌。就是吃的时候是挺好吃的，就是这个拔毛的时候，你看这个。明天早吃。你拿个嘛，我待会去帮你卖。你知道这么多你值多少钱你知道吗？这么多你知道值多少钱吗？5块钱不到。对，这么便宜啊。一只鹅2块钱，两只鹅4块钱。他是按只来算的，他不跟你称。这样子，那他怎么知道有多少钱？他估算一下就知道了。哇塞，这个鹅。起锅。大厨，我们的大厨又开始了。来，两位大厨辛苦了。对，好香啊，实在是忍不住，然后过来闻一下。哇，到阿青姐炒个海鲜，炒海蛎。这个是没有经常这样的。没有，今天是各地的这种饮食习惯的融合。对，它每个地方有菜，有川菜对吧？还有香菜，还有香菜，哇哟！是吧？这个干的，这个是每个地方的。有味的。今天晚上汇集各个地方的美食。川菜、香菜、粤菜哦，对，这是闽南菜哦。这个是万马闽南菜，不是那个东西叫什么？海蛎。海蛎啊，我第一次吃。哇，这肯定是快点吃完。你觉得以前吃过啊？只是你不知道是什么而已，是吗？对。什么甜甜料酒？应该硬的。它等一下就一堆水了，那个正好它会出水的，它也会长水。哦，对，它好像会出水。那我是要用大碗吗？还是蒸碗？是盘就可以了。是盘就可以了是吗？可以。是盘可以装吗？可以。好吃。其他的就不用再加了，连味精都可以不要的。这个就是原汁原味。对。哇鸡，耶，来，耶，手，小满，耶，这样吧，耶，啊，耶，哎，耶 ，hello 嘛 ，hello， 打招呼 ，hello， 招手。哇哦，你看，表大盘。我觉得等一下我们也吃个合龙宴，转转。今天晚上的晚餐好丰盛啊！还是你最好。感觉都是爱吃的。这开饭啦！我们现在是不是好丰盛啊？我们刚刚在还在炒的时候就已经站在旁边，就是闻着味道，然后就想吃一碗碗盘米饭了。来，丫头哥也坐，坐下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综合了几大菜系啊，我们三个省的三大菜系全部都有了，都好吃，非常美味。